好像不能重叠，因为它线，多少？我说我不能重叠到线上面，因为它这个针就直接丢，哈？它插不进去了，它直接哦。丢，它根本插不进去，它直接，这样真断掉没有啊，我感，所以难怪是针头会断掉，原来就是这样，它就重叠就感觉它快要断掉了。哇，这有什么差啊？看不出来，这个是现在是一号，这个是圈圈在下面，跟圈圈在上面，这圈圈在上面，这圈圈在下面，我怎么看不太出来有什么什么？差别？微微的不一样，跟我有吗？有不一样吗？还是？这也太难比较，你缝的起点、终点又不一样。还是里面，还是哪里？里面，但你看不到。你觉得里面是什么？对啊，这边。你缝太边边，看不到哦。我有，还有教你张力调节。啊？就如果你缝出来那个布烂掉之后，你就可能就要调节。看起来布织布不需要思考这个问题。你想要退货，他都把东西开了。哦，就是线拉太紧的意思吧？可以啦。那我要把它撕喽。撕下回。塑胶袋我就回收啦。拜拜。除非他直接被玩坏。你说，你缝一缝，然后布都已经被拉成这样，太紧了，就要去调整。就如果布太薄，它应该会皱成一那所以5是5是3，2是1，那哪一个是哪一个、啊？哪一个是紧，哪一个是松？啊哈哈哈！还没写，我笑他。他觉得你会自己研究出来。不是哎、欸。傻眼，不考虑些。总是这两个，我觉得看起来根本没有什么差。那你说一个是上一个下？第一，现在是一跟三哦。现在是下，现在是圈圈在下面啊，啊，刚刚是圈圈在上面啊。好哦，我看不懂。这穿。看不出差别。反正都能用。再缝一条，3号就知道了。我。为什么转不动？还有教你怎么接电源呢？哇，你怎么插上电源这样吗？对啊，你看他，他教你怎么接电源。哇！他说他不教你怎么缝。他不教你怎么，那不是重点。反正你会插上去就可以了，就自己研究。结束。看。嗯。他说，1、2、3的差别在针跟那个洞的左右位置不同。虽然我是没有看出差别的，但他说他不一样。是有一点不一样。应该是。你说哪里的位置不同？什么的位置不同？对啊。你说什么？这个。对呀，直线缝。左中右位置不同，好像有点懂，也有点不太懂的东西。因为你看，嗯，是看起来有点不一样啊，但是不知道是哪里不一样，是下面吗？我知道。我再来，我来看看。需要研读这一本。这是圣经诶，
圣经可能都没读这么认真吧。左中右位置不同。左中右听起来像个人。三直线的区别在于针位于针板孔的，针位于针板孔的左中右。你是不是也没有看得很懂？谁看得懂？你以为我国文是多厉害？不知道啊，我只知道你作文分数很高而已。没有啊。哦。我都乱写。乱写就会很高分啊，我也都乱写，不知道在写什么，谁知道？啊。我还是看不太懂哎。真味。于针板孔的左中右位置是啊，重点是什么叫做针位于针板孔的位置，所以是在这个位置的不一样而已。来看看，我觉得没有不一样哦，它会左右漂移是不是？有不一样啊，一在最右边啊。算，那你用下面的，它是不是会很快的？不要，等一下。三看起来一在最右边，二在最左边，三怎么没有？二跟三怎么差不多？都没有在动。但一有差，一跑到最右边，三应该要在更左边啊，但他没有。三应该会在最右边吧？没有，他现在一在最右边，二在中间，那三跟二几乎没有动。我只感觉他在。还在震动，哇！所以对，那感觉，那应该跟缝出来的东西应该没有什么差吧？那这个有多少？刚刚是五跟六中间。哇！你可以试一个超紧的看看。你说九啊？九是最紧吗？我不知道。哎呀，我还不缝起来。九应该是最紧的，有点紧。那我还不把它转到炸开？插电了吗？还没。出油站。太好玩了。这个是酒。哦。这不织布有点太厚，是不是？它会陷进去。它变缝纫大师。太好玩了。没有。它只是。它就帮你缝完。我手放开，它就会自己帮我缝，我更不用。它不会移位吗？会啊，你只要控制左右就好了。那你要复。你看像这个歪掉，就是我去抽它。这个布不会自己跑掉啊，就没差。哦，要够厚的就比较没差。对，这种应该就会烂掉。它就会全部皱在一起。哦，所以哥哥，你的桌布就会烂掉。有啊，它可以用那个啊，它可以调那个松紧啊。哦，好啊。但我全部都缝在一起，我根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多松多紧。我感觉它有点紧，因为它全部都已经。陷进去，对，它全部都陷进去。他感觉每一条线都拉超紧，那我们用一，他整个爆炸松针。哇塞，这线头！你用剪刀剪吧。过会我就看到我在启动它。哇！哦，线就跑进去了。怎么了？进不进去？快勾他！什么？勾他！可以啊，出来！成功！
看起来需要拉长一点。看来每一次都要拉长一点就好。一号，一号，一号时间。插电。他不想动。这是捅到太硬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我先捅。他怎么捅不下去？还是太松了。先把它拔掉，看看能发生什么事。那个灯拿起来了，真拿起来，哇！灯拿起来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剪掉，哈哈哈哈哈！出事，哇！你这个线头卡到下面去了啦！什么线头卡下去？这里啦，它太松了。哈哈这什么可怜？超帅！太松，傻眼，松到无法，松到整个烂掉。哦，你的高手！排除错误时间，你的高手在乱写。可以。GoPro 它看起来关机，因为它太烫了。Camera is too hot. 笑死。然后我的手机又烧起来了。不会啊。可以放监控看声音。我放冰箱。怎么样？修好了是不是？嗯。哦，搞定，继续缝。好，等下这边修理缝纫机大师。为什么他会这么一头是这样？太松了吧？他应该是线被拉太长，然后被缝进去。他直接自己看起来还是五正常一点。把它调到三看看。真的不一样。怎样？有酸吗？对啊。哇。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紧啊，它这个整个是已经把。哪个是三？这个。这是九跟三。九三呢？三就比较松。你本来是五个。你那个松比较松就可以，你刚刚那个挑线。
每天我都可以把这个针头都插进去。这招是不必。你看，穿线成功。哇，你看。傻眼你，你居然是这样玩的。啊，酒就没办法，这酒已经抽太紧了，它整个陷进去。我要开始玩地震了。哇！看看十二跟 C 哦，十二跟 C 是什么？那我觉得你会精神错乱。啊，十二跟 C。你调这个感觉就要用那个拆一拆。啊？什么？然后这个感觉就会掰骨头。对啊，我会掰骨头，然后你就会变成不同型。但这个已经，这里已经有点错爆炸了。你可以把那块布卷下来，你猜我就缝远一点就好了。你可以直接缝另外一边。不行，我。